刚刚把这个异常跟症状一系列的案例，你们一路看下来，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了。也就是检测出来，不管是异常形态或异常指数，与症状是完全无关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。医学中的一大误区，就是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。异常不是疾病之因，是因为异常与疾病一样，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属果而非因。如果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，就会犯了两种错误。首先是一症多因的错，即认为一种症状可由多种异常所致，比如痛症可由异常形态，如肿瘤、骨刺、椎间盘突出、结石、溃疡、粘黏、发炎等，或异常指数如高尿酸、高血糖等引起。但原始点经临床实证确认，所有症状皆由体伤直接导致，即体伤这一种因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。例如头部体伤可导致头痛、眼干、鼻塞、耳鸣、牙痛、面麻等所有头面部病症，也就是一因多症而非一症多因。而且一症多因一疾一果多因也于理不通，这正如一个母亲因可生出很多孩子果，而一个孩子果不可能会有很多生身母亲因。所以认为一种症状可由多种异常所致的一症多因，本质上是导果为因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其次是果生果的错，即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多种症状，比如肠粘黏可导致腹痛、腹胀，阑尾炎可导致腹膜炎、败血症，肝硬化可导致腹水、食不下，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、气喘，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、眼睛瞎，高血压可导致头晕、脑中风，脑溢血或脑梗塞可导致昏迷、偏瘫、口眼歪斜，心血管堵塞可导致心悸、胸闷、胸痛，心肌梗塞可导致昏迷、猝死，癌肿瘤可导致倦怠、暴瘦、疼痛，甚至死亡。但就像发白不会导致头痛、头晕，面皱不会导致肤痒、溃烂一样，果是不可能生果的。反之，要是果可以生果，则如同不需父母，孩子本身就可生出弟妹来。一颗苹果也可以生出同一树上的其他苹果，甚至香蕉、葡萄来，这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因此，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各种症状，即一种果可生出多种果的果生果的观点，本质上也是导果为因，不能成立的。好，也就是你把异常当成疾病之因，就会犯了这两种错。这两种错就是把怎么样一个症状，他认为一定要检查才能够确定这个症状是由什么异常引起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样的说法会导致很多人需要去检查才能确定，而疾病这个症或状是由哪里来的啊？那这个就会变得很复杂了啊，就是变成每一个症状都要做很多的检查啊，这个就变成一症多因啦。那一症多因的错我刚刚也已经提了。另外一种它刚好相反，就是说你检查出来有异常了，一定要赶快治疗。为什么？要不然高血压会导致头晕、中风，对吧？
糖尿病如果不处理会导致什么？导致四肢溃烂，眼睛瞎，有没有？癌肿瘤如果不处理会导致暴瘦，甚至疼痛，还可能导致死亡。那这种说法就是我说的果生果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检查的异常就像状一样，状不生症，症不生状一样，异常也跟症无关的。所以我就举，就像白头发也不会生出头痛头晕，脸皮皱这种异常也不会生出皮肤痒溃烂一样，所以果是不可能生果的。我这里就直接反驳了，对吧？那我也举例，果如果能生果，那老大就可以生老二老三了，不需要妈妈生了，这不是天下大乱，类似这样。那这两种就是有一个共同特性，把异常无限的扩大来解释，了解吗？第一个解释就是所有的症状，一个症状背后有很多的异常。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异常如果不处理会导致更多的症状产生，那这样无限的把它解释异常的重要性，也就是把衰老把它不断解释跟疾病就是并在一起解释的时候，这会让患者有两个产生两种。第一个两种怎么畏惧呢？第一个畏惧是你只要有生病，你再也不确定这个是由什么来的，那一定要去透过检查。所以我们只要有症状就想检查，了解吗？那检查出来万一有了第二个症状，就是又把它说成如果不处理这个异常会导致各种症状，那大家就会心生畏惧，就会做下判断，即便不开刀的他也会去开刀。我们刚刚放的就是这些案例的呈现。那这个都是把异常无限制扩大跟疾病症状来搅合在一起，然后把它做无限的解释了。那这两种会导致也就是我们的医疗会更加的负荷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想去检查，那检查出来的中奖了，每一个人都想治疗，所以这样就老病不分，以后会呈现很多的问题。好，那到底是一症多因比较简单，还是一因多症比较简单？一个症它背后只有一个因啊，但是它说成很多因，有没有？你今天你一个头痛，你如果照原始点，你根本不用想其他，痛就是属怎么样症的不适感，只要找开关按一按就能解决了，你根本不会对疾病害怕。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一因有多症这么简单，头部任何的症都跟这个开关有关，你如果不了解，你会去做很多检查。你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今天眼睛干是不是哪里引起的？视神经有没有问题呀？脑血管有没有引起它？这诸如此类的幻想，然后就会做很多的检查。所以简单的讲，一症多因复杂化了，会让我们怎么样做很多的检查。那一因多症反而你不会检查，你因为你很清楚这个症的不适感，只要按几下就能解决了。甚至一分钟内就解决了，那你们到底要简单的还是复杂？啊，简单的一句话就是：真的很简单，假的很复杂。但我也要告诉各位，都有优劣啊。真的虽然很简单，但因为它简单，没有钱赚。因为它可以把你一个头痛说成，检查出异常脑瘤来。他就不治疗你的头痛，就会准备帮你开颅了、化疗了、电疗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一个头痛可能费用就百万了，因为他们检查出你的异常了，了解吗？那原始点知道你那个头痛，只要这里按一按温敷就好了，这样揉人家能赚几分钱啊？所以做原始点的没有前途。我建议，如果你们要学原始点，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。只是要为了服务人群、帮助人而用，不要把它想成可以发达致富，这个不切实际。大
如果你要赚钱，不能讲得太简单，一定要复杂化才有办法。我也建议，那所以到底你们要以后要往哪里去？是要帮人还是赚钱？你们自己心里要有数。其实我还是这样建议啦，如果要赚钱就去从商好了，不要学医。那如果要学医，就把复杂的简单化，那真的救人啊！这才是你们心思会比较单纯，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的前言啊！我是这样建议。好，那我把异常跟症状的因已经讲透了。事实上它两者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把异常无限的扩大来解释，民众需要怎么样很多的检查，还要做很多的治疗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它不但不是疾病之因，根本也不是疾病本身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。至于异常不是疾病本身，是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症的不适感及体力虚弱，也不是状的体表组织受损，而是自然规律所呈现的衰老败坏现象。由于身体衰老败坏程度各个不同，所以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，仍会有个体的差异。这些差异无论如何努力改善，有些仍会超出正常标准而被视为异常，且随着体伤与热能不足的日渐恶化，身体衰老败坏程度也会加重，而出现更多异常。但这些异常却非疾病本身。正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，异常与疾病之间无因果关系，所以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实状况。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，检测结果却正常，身体无病，检测结果却异常的原因。因此，虽然从因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或可使异常恢复正常，但医学要治疗的是疾病症状，而非衰老异常。明了此理，就不必想方设法刻意要解决衰老败坏所带来的异常，而去追求仪器检测的所谓人为正常标准。只有当其中的异常形态已影响到生活作息，从因治疗无效的情形下，才可从果下手治疗此异常形态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的，如果异常形态它既不是疾病之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，所以导致检查出来的报告跟实际的身体状况是不相一致的。好，即便原始点也知道这些异常衰老跟疾病一样，同属体伤跟热能不足，那这样我们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，是不是可以解决疾病，也可以解决衰老呢？疾病是没有问题，衰老部分有些会好，但也不能说全部一定会好。就像我们在处理，你看那个异常，包括脑溢血，有没有到最后也会修复好啊？有些异常也会，癌肿瘤也会不见，我也有这样的案例啊。但我们几乎都不提出来谈，因为医学的目的不是要治疗异常，医学的目的是解决人类的疾病的症状，这个一定要区分。所以我很少再放这些异常，即便有好了我也不放啊，要不然还蛮多的。但是我今天还是想放一下，要不然哦，你们以为我能力不行，可能只会治疗疾病，有些衰老我也是不行啊。那我们先来放马来西亚一个头发掉发的案例。少年脱发案例，在2015年4月4号，孩子生了一场病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发现孩子有脱发的现象。去到药材店买东西时，中医师看到孩子的脸色苍白，还有脱发的现象，他就主动地跟孩子打脉。之后，他悄悄地告诉我，
他怀疑孩子有白血病。中医师过后叮咛我要倒回来帮孩子做调理，可是因为两年前我学习了延时点，所以对延时点非常有信心，想要用延时点的方法来为孩子做调理。由于孩子没有极度的配合喝姜汤、温敷和按推做运动，我也无可奈何，脱发的现象也没有改善，而且更加严重的脱发。7月5号，我只好带着孩子到推广处寻求协助和资讯。经过志工们的劝导下，孩子也愿意配合延时点的方法。我每天陪伴孩子做上下楼梯的运动，有时候会打羽毛球、散步，每天也会熬50克的干姜片。在饮食方面，都会加一些干姜片。我每晚也会帮孩子做全身的按推，孩子也会睡热垫至少6至8小时。孩子有时洗头会用一些淡姜汤来洗发，完全不敢用外面的洗发液。以往因为对孩子过分的苛刻要求，无形中也是造成孩子有一定的压力。自从陪伴孩子做延时点，母子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，孩子的心情也慢慢的放松了，笑容也多了，这无形中对他的健康来讲有很大的进步。7月26号，发现孩子的头发改善了很多，也没有掉那么多头发了。过后因为学校的要求，就带孩子去理发，直到8月2号，奇迹出现了，发现孩子的新发开始长出来了。8月16号，孩子的头发长得又黑又浓密，体力也恢复了很多，笑容也更好了，孩子更加有信心了。身为妈妈的我非常的庆幸可以依上延时点，让孩子重拾信心和笑容。我非常感谢延时点志工的帮忙，我希望延时点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啊，这个孩子本来还有去看中医，中医怎么跟他讲的？这个掉发，他因为他脸色也苍白，怀疑他什么？白血病。我跟各位讲，那个中医是西医派来的间谍。这个就是明明说的果生果啦，怎么一个病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？那你们现在已经听懂了吗？这个病是一个症状，病名也是一个果嘛，果怎么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？了解吗？只有因生果，果怎么会生果？就犯了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种错。很明显，这个不是中医，中医没有白血病的，只有西医有。所以现在很多中医师考上牌照的时候，太读了太多西医，他现在两个思路是不大一样，包括中医最重要的体香跟热能不足，我刚刚讲的可能要找开关才能解决这些病症，症的不适感没有了。然后这个是掉发是热能不足，他也开始认为是另外西医的说的病名引起的，这个完全已经没有中医那个灸药的概念。所以很明显，那这个孩子我认为还不错，他妈妈有学，所以就照延时点处理了。